卢广仲办时尚咖环岛，蹲厕所录歌新体验。运动品牌 New Balance 庆祝111周年，除了推出全新247鞋款，还邀来歌手卢广仲合作，穿上247环岛7天，并创作新曲。15日，他结束旅程，在华山文创园区发表成果。旅途中安排造访各地职人，让卢广仲收获良多，也对自己有了更多的期许。学习到了，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兴趣，还有他们的工作的那个热情，然后我觉得很不简单。因为这次有很多站，就是像是花莲，然后宜兰都是非常安静的地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久脑神经跟耳朵没有这么清静，然后就是更加深了我想要之后去乡下做音乐，然后一边种田的那个心愿。而谈起此次的创作任务，他还自曝90%的内容都是在厕所录的哦。饭店最安静的地方就是厕所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在听这首歌曲的同时，可能会有一些味道，蛮有味道的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